顾公子，小的去给您备马车。小姐，好像是他，快去啊！是，请问是顾公子吗？你谁啊？我家主人有事同公子说。 那你们家主人又是谁？这丫鬟，我在叶府见过好几次。叶府，顾公子是不是刚买了一件纯白的白狐裘？没错。那是我家主人的东西，放在成衣铺子里，屋卖了出去。你家主人呢？是，本来没打算卖的，所以。 那你家主人呢？就在那儿，不远。这么大的雪，这么冷的天，他怎么不进去找我？我家主人不方便来这种地方。啊，整个杨柳塘就他一山一个正人君子是吧？他不方便来这种地方。 我跟你说啊，我爹没少拿他教训我，不就会读个书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看看丫鬟打扮成男子的样子，怎么女子见不得人啊？顾公子，顾公子，顾公子啊！有完没完了啊？怎么着？ 你喜欢叶山？我喜欢叶山。他喜欢叶山。顾公子，不要胡说。这怎么是胡说呢？我要是胡说，你紧张什么呀？顾公子，我虽然出身布衣商贾，但也是清白正经人家的闺秀。顾公子自是富贵泼天，与我有云泥之别，又何必这般羞辱？哎，我这可不是羞辱你啊，我是诚心的想问你，为什么喜欢叶山？你。 整个扬州城的闺秀都想嫁给叶山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叶山到底有什么好的？哎，你就说说嘛，这眼光差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。顾公子是不是不想把狐裘还给我？你要是回答我，别说一件，十件我都给你。顾公子，求你高抬贵手。 行吧，你那狐裘，昨日我给别人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给别人了。那人呢？他我怎么知道呀？哎呀，不就是一件衣裳吗？嗯，再买一件。 拿着呀！你为什么要这样？顾公子，你不是想知道叶大公子比你好在哪儿吗？我告诉你，他做人光明磊落，知书达理，还有有你这种无赖小人的衬托。哎，不是，你凭什么拿叶晨数落我呀？我最知道你名声为什么这么坏了。你出身富贵，又浪荡荒唐，像个瘟神一样，谁愿意把女儿嫁给你啊？ 我们走。玉如妹妹，买胭脂呢？掌柜的，有男客在，怕是不妥吧？公子啊，我这是胭脂铺，您这一进来，我店里的客人……放心，耽误不了你做生意。今天店里所有的胭脂，我全都买。这。 玉如妹妹，有什么喜欢的胭脂，你就挑，让你九思哥哥买给你。公子说话注意分寸。
我们家姑娘可是清清白白正经人家的闺秀。您这样，您这样。我怎么样？小丫头，你说说，我怎么这样？顾公子，不知今日顾公子寻玉如是做什么？但玉如与您有云泥之别，向来没什么交集。若是玉如家人平日里有得罪的地方，还请顾公子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玉如替他们向您道歉，烦请您今日不要再为难我了吧。别信了，他是装的，就让他心去找人。玉如妹妹，我可不是为难你，我是喜欢你。顾公子，切莫胡乱开玩笑。这可不是开玩笑啊，我对你一见钟情，再见倾心，今生今世非情不娶。福到，瓜蝶绵绵，尔称尔至。同心同德，新郎，新郎到。咋的？前面有太监，小心。这么多人看着，你要是摔跟头，多给我们家丢人。放马鞍，福禄平安，和善，和和美美。跟着我。善开枝散叶，心腹宽安，福禄平安。天搭鹊桥，人间奇巧，良缘速递，佳偶天成，兰灾趋吉，吉祥直指，一洒连理永结，二洒花开并蒂，三洒四季平安，四洒月圆人圆，五洒早生贵子。
新郎新娘到。一拜天地，天地为界，喜结良缘，拜。停在枝头，装饰你的笑容。我还想见二拜高堂，看雪雨美两白头，两姓永好。子孙满堂，拜。时间是转不空，谁都叹浮生若梦。三拜，夫妻对拜。听君说，琴瑟和鸣，携手百年。这才能想拜托你。讲。就是那个，这千野城了，那吕如也算是半个顾家人吧。什么叫半个？他从今以后就是咱们顾家人了。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这样，他们家有一个假惺惺的妾室，从小对他就不好。聘礼吧，十有八九就落在他手里。那我就想，懂了？我不懂。就是能不能把那些个聘礼记在吕如名下？他喜欢钱，这样他心里面踏实。倒是长大了，知道心疼人了。啊不，我就是看不惯那个妾室。当面一套，背面一套，我没别的意思。哼，你放心吧，聘礼当中最值钱的就是东街那些铺子，回头都落在玉如名下。等地契盖了红印，我就让瑞雪给送过去。好，这样好。我真没别的意思。是，哎呦，还不好意思上了。我没有。少夫人，二十个好手备齐了。好，小姐，咱们真的要拿刀去捉顾公子吗？这应红，往后就改了口，叫我少夫人。是少夫人。Thank you.
顾公子的吧，人打个字儿没事。顾九思在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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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你是不是成心啊你？不不不，日后每日郎君子时入睡，卯时晨起，这些是你的课业篇目。是你每日的具体时间安排。你这是要逼死我呀！以后每天我会定时叫你起床，送你去书院，晚上回来我会陪你读书，完成功课。每个月你有五日的休息时间，可以自由安排，但是不允许出没于青楼赌坊，法子勾难。行，青楼可以不去，但五日能改七日。四日。四日哪够啊？三日。刚还说四日，但他没。两日。三日挺好，行，三日吉利。很好。从今日起，郎君需戒除一切玩乐，专心读书。柳如，你不要欺人太甚了。陆总，专心读书。